嘿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上次给我老公给我儿子安排的果汁，他们都是好喝极了。那么今天我也给自己安排一个，我们一起来喝它吧。先吃一个大草莓。冬天的草莓就是好吃。我们来吃一个海葡萄吧，你们喜欢吃这个？好好听的声音，真的是大海的味道。我们今天喝这个吧，金灿灿的颜色，我觉得应该会很好喝。猜猜这是什么味道的？嗯，好甜呀，这么好喝，你要不要一起来碰个杯喝一个呢？关注我哦。